据媒体报道，演员艾玛沃森目前是漫威电影《黑寡妇》中女二的第一人选，她的名字在导演和制片人的讨论中提及率最高。据悉，女二是个女邦德式的人物，漫威找的是身体素质过硬、感觉和斯嘉丽·约翰逊相似的演员。除了艾玛沃森，其他竞争者还有佛罗伦斯·珀、爱丽丝·恩格勒特和以色列演员 Darcy Soski。期待艾玛沃森能在这些人选中脱颖而出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